时间呢也来到了第二天，哎，我们开机能的时候看到这厨子往我们图腾的方向走了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别怪我放出食人狗咬你，我就放出了我的一波鬼。我们得赶快逃离我们的厨房，因为那边会有一滩血迹，然后我们不能让任何人靠近厨房。这时，我们看到厨子回到了牢里，我悬着的心终于也就放了下来。原本呢，我只是想做瓶毒药，没想到厨房里面有把钥匙。我本来想把这把钥匙给黑掉，但是呢，谁有什么钥匙吗？厨房？我看有，我来救。这句我来救透露着多少的心酸和无奈呀！我们来到了厨房，把刚刚没做的毒药给做出来，然后涂在我们的针上，然后趁机扎一个好人，让他们船上再次陷入混乱。我想把船上能用的资源都偷了，于是灵机一动道：“有钥匙吗？把他救出来，把他救出来，把他救出来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打算把船上所有的箱子都翻了。哎，这个箱子里面刚好有个铁，刚好可以把我第二根针做出来。趁